在被誉为欧亚大陆桥明珠的哈尔滨，坐落着一座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医学名校——哈尔滨医科大学。走进校园，碧瓦、黄墙、红柱的古典建筑风格一脉相承，古朴大气彰显学校严谨精湛的治学风范。苍松翠柏间，李时珍的雕塑赫然矗立，日出日落，目送学生晨读晚归。明星湖畔，听书声朗朗，林荫小路，看松鼠雀跃，花香鸟语，风景如画，尽显博学高雅、诗意悠然的自然人文景观。这所具有悠久历史的医学高等学府，由两脉源流汇合而成。一脉是我国医学先驱伍连德博士于1926年创建的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另一脉是1931年在江西瑞金创立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新世纪的办学理念相融合，承载着学校腾飞的理想。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学校传承伍连德博士赤诚爱国、自强创业的精神，发扬中国工农红军卫校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光荣传统，秉承木质宗绳、博学载一的校训，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在教学、科研、医疗、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及社会服务等方面均取得显著的成绩。哈尔滨医科大学自创建以来，一直以其鲜明的办学特色闻名于全国医学高等学府。学校在国内率先开办了临床医学专业俄语班和日语班，是国家教育部首批试办的七年制高等医学教育院校之一，同时也是国家第一批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项目试点高校。2006年5月，哈尔滨医科大学成为国内首家成功接受国际医学教育认证试点性评估的高校，并进入阿维森纳世界医学教育院校名录。大学现设包括基础医学院、药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管理学院、生物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口腔医学院、护理学院、麻醉学系、医学影像学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等在内的17个院系和大庆校区，以及5所临床医院，在编教职工近1万人，其中博士生导师200余人，硕士生导师1000余人，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占总人数的60%以上。学校所有医学学科均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学校拥有国家卫生计生委临床重点专科33个、省级以上重点学科21个和部省级重点实验室11个。春风化雨，桃李芬芳，哈尔滨医科大学在祖国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培养和造就了众多中华医学英才，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建功立业，成就卓著。其中有于维汉、巴德年、王林芳、朱晓东、杨宝峰、韩雅玲等多位院士，以及原国家卫生部领导和国际知名高校学者多人。在全力打造医学名校、输送高质量医学人才的同时，学校还身兼多重社会功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地、国家新药临床试验研究中心、中俄医科大学联盟秘书处、国家卫生计生委俄语培训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黑龙江分院等机构就设在校内。
坚守科研创新、敢为人先的理念，一代又一代哈医大人不懈求索，勇于创新，大批医学科研成果飞升海内外，为国争光，为民造福。上世纪初，学校首任校长、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中国防疫事业创始人伍连德博士深入东北疫区，指挥扑灭了一场被称为20世纪世界最严重的流行性鼠疫——中国东北大鼠疫，拯救了千万东北民众，被世界称为鼠疫斗士。他也是首位被推荐为诺贝尔医学奖候选人的中国人。上世纪50年代初，于维汉院士扎根地方病病区30余载，发现了克山病救治方法和流行机制，提出了科学的防治策略，为我国克山病防治做出了杰出贡献。1949年，石增龙教授成功实施了我国第一例角膜移植术，哈尔滨医科大学也因此成为我国角膜移植的故乡和发源地。1959年，赵世杰教授成功完成了继前苏联后世界第二例狗头移植实验。上世纪70年代，以张廷仲教授为代表的科研团队发现，用三氧化二砷治疗 M3 型白血病有效率高达90%以上。这一科研成果随后为全世界的白血病患者带来了福音。上世纪90年代，由夏琼明教授主刀完成了同种异体心脏移植，患者生存质量和时间居亚洲之首。进入21世纪，杨宝峰院士主持我国重大心脏疾病发病和防治基础项目研究973计划，发现抗心律失常药物新靶点，并提出心律失常离子通道靶点学说。其科研成果被编入全国医学本科及研究生教材。一项项科研成果不断刷新国内外的医学记录，哈尔滨医科大学在国际医科大学的排名稳步提升。2000年至今，学校或科技部、教育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自然基金委资助的各类项目上千项，获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200余项，每年在国际上发表 SCI 收录论文数百篇。学校还主办《中华地方病学杂志》《国际遗传学杂志》《国际免疫学杂志》《哈尔滨医科大学学报》等6种专业杂志。做苍生大医，谋天下福祉。哈尔滨医科大学始终与时代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为我国医疗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大学下属的5所临床医院已成为我国著名医疗机构，年门诊量超600万人次。医院实施的同种异体披裂皮移植、同种异体双手移植、同种异体单全臂移植居国际先进水平，心肺联合移植、小肠移植、甲状腺、甲状旁腺、胸腺联合移植、胰肾移植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哈尔滨医科大学一直是国内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最活跃的医学院校之一，学校大力推进各种宽领域多渠道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全面打造国际视野下的人才培养计划。自建校以来，先后同俄罗斯、日本、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家的100余所院校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每年定期举办国际国内学术会议，邀请著名专家学者来校讲学交流。近90年栉风沐雨，坚定前行，哈尔滨医科大学按照国家和区域医药卫生事业的改革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坚持以本科教育为基础，以学科建设为根本，优先发展研究生教育、
和常学制医学教育的办学思想，向国内一流、国际有影响的研究教学型医科大学的目标拼搏奋进，书写与时俱兴的新华章。